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今天这里有个直角三角形，有四个等长线段，那问 x 的值。对于等长线段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角度搬移，好，这等腰。接下来用外角等于内对角，这是 2x。接着再一次等腰，这 2x。哎，那这个角呢，外角等于内对角，这边是 3x， 等腰，这里是 3x。好。那这边是 90， 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两个角加起来，好，那其实也会是 90， 所以就可以解出来 x 是 22.5 度。好，所以善用外角关系跟等腰，就可以解决这道题。